はい、あ、今行きます。宮崎が映画の構想を初めてスタッフに明かした。簡単に説明すると、そのポニョというその、まあ、人面魚がですね、海というお母さんが、海って100個どうすか、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巨大なお母さん、それに藤本っていう日本人が夫になってできた子なんですよ。爱就是知道他真实的模样后依然爱他，也是知道余生漫长后还甘愿冒险。这是一对五岁小朋友的爱情观，让多少成年人都自愧不如。长大的路上，我们究竟是慢慢懂得了如何去爱，还是逐渐失去了爱的勇气呢？波妞是一只住在深海里的小人鱼，它长相可爱，性格天真又调皮，有着金鱼尾巴一样的裙摆。一天，在鱿鱼们的掩护下，波妞躲过了魔法师父亲藤本的看护，趁着水母漂浮到了海岸边，遇见了人类小男孩宗介，被他解救并带去了幼儿园。在幼儿园，宗介为了确保波妞的安全，把小桶藏在了灌木丛下，盖上树叶，还拒绝了同伴一起玩耍的邀请来陪伴他。遇到不喜欢波妞的小伙伴和老奶奶，宗介也一如既往地维护他，并向他承诺，别担心，我会保护你，好好照顾你。被宗介打动的波妞开口叫了他的名字，并向他表达了喜爱之情，宗介也开心地回应了他。但波妞的父亲藤本出现，带走了波妞，宗介因此伤心的大哭，还把小水桶挂在了篱笆上，希望波妞回来能够认出自己的家。此时身在海底的波妞却十分不满，她嚷着要变成人去找宗介，可藤本却对掠夺资源污染环境的人类十分抵触，还把波妞努力长出来的爪子变了回去。不过在小波妞们的帮助下，波妞还是冲破了结界，并借助魔法井内的金色能量变成了真正的人类小女孩，趁着巨大的鱼群涌上海面寻找宗介。海底力量的翻涌引起了小型海啸，岸上也风雨大作，妈妈李莎开车载着宗介回家。路上，宗介透过车窗看见了波妞，他用人类的双脚在无数大鱼身上跳跃，朝着宗介的方向飞奔，最后被宗介紧紧地抱在了怀里。李莎则一手一个把两个小朋友一块拎回了家。波妞新奇地在宗介家中跑来跑去，品尝到了美味的蜂蜜茶与火腿拉面，帮助李莎修好了汽油发电机，大家还用天线向更衣发送了平安信号。李莎因为担心向日葵之家里的老人们，驱车赶了回去，宗介则留在家中照管已经呼呼大睡的波妞。海啸过后，更衣所在的小金井丸后发生了迷航，正当大家以为没救了的时候，远处涌来了一片金色的海浪，海浪中倒映着一个美丽的女子，她所经过的船只都重新发动起来，更衣也得以返航。这位美丽的女子就是波妞的母亲，他们都诞生于海洋，与波妞父亲藤本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只要波妞与宗介之间的感情足够真挚，他们就可以争取自己的幸福。醒来后的波妞与宗介发现，海啸让屋外变成了一片平静的汪洋，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在家门口畅游。为了寻找李莎，波妞用魔法变大了宗介的玩具船，两人乘船出发。而此时淹没在水下的向日葵敬老院却是一片欢声笑语，院子外撑起了一个漂亮的结界，老奶奶们在魔法的作用下恢复了灵活，李莎也和波妞的母亲有了一次长谈。岸上，波妞因为魔力透支维持不住人类的心态，彻底变回了一开始的小金鱼，宗介赶忙将她放入海水中。这时藤本和小波妞们出现，将他们也带进了敬老院的结界中。波妞的母亲道出了真相，原来从海啸过后，这就是一场对宗介和波妞的考验，因为波妞想要真正成人，必须有一个知道并认同她真实模样的男孩。对此，宗介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管是鱼、半人鱼或者人类，我都喜欢波妞，而波妞也愿意为宗介放弃魔法。见两人如此坚定，波妞的母亲决定成全他们，藤本也与宗介握手言和。水面上返航的船只从远处驶来，李莎飞奔着去迎接更衣，而波妞也迫不及待地从水桶中跳出来，亲吻在了宗介的嘴唇上，变成了可爱的人类小女孩。画面在这里定格，影片结束。悬崖上的金鱼姬是由吉卜力工作室制作，宫崎骏担任编剧兼导演的长篇动画电影，于2008年7月在日本首映，上映期间创下了日本影史上本土片最大上映规模的记录，全片时长1小时40分钟，却使用了多达17万幅的手绘画，支撑起了作品简单质朴的清新风格，可谓大繁至简了。初看这部动画，我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海的女儿，但相比于那个化为泡沫的凄美结局，宗介与波妞的故事显得明朗而甜蜜，没有虐心的情节，也没有俗套的误会，有的只是波妞
妞的勇敢和宗介的坚定。当变成人类的波妞在风雨中奔向宗介，而宗介也牢牢地接住她的那一刻，谁又能说小孩子不懂爱情呢？不过悬崖上的金鱼姬也不只是一部童话，它同样映照了现实中的问题与情感。除了比较明显的海洋环境污染，其中还暗藏了宫老对于亲子关系的思索。片中的小男孩宗介是以宫崎骏的儿子宫崎吾朗的孩童时期为蓝本创作出来的。宗介的父亲更衣总是出海，无法陪伴儿子，而当时的宫崎骏也因为工作繁忙错过了儿子的成长。不过虽然总也见不到父亲，但宗介心中还是暗暗崇拜着他，戴着小海军帽，学着用信号灯。现实中宫崎吾朗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对动画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就像动画前半部分，波妞的父亲一直武断地阻止女儿追求幸福，宫老也非常顽固地反对儿子的选择，甚至在儿子投身动画事业加入吉卜力之后还严厉地刁难他，想让他知难而退，父子关系一度陷入僵局。但随着年岁渐长，宫老似乎也有所软化，并将这种情感投射到了动画创作之中。此外，关于这部动画还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比如宗介的名字来源于夏目漱石的小说《萌》，金鱼姬的名字则是歌剧《女武神》中的人物，后来作画时才突发奇想改成了波妞。再比如在哈尔的移动城堡商议期间，吉卜力的成员们集体前往一个海边小城度假，大家住在可以看见大海的悬崖旅馆里，直接促成了本片的创作。还有一个小细节，片中妈妈李莎为宗介和波妞做的拉面上原本应该是宫老特别喜欢的菠菜，但因为菠菜怎么也画不好，所以改成了葱段，也是非常可爱啦。最后希望每一位喜欢这部动画片的小伙伴们都能从其中获得爱的勇气和能量，找到属于自己的宗介和波妞呀。